我们说，阿指导是真敢用人啊！现在场上的年轻队员，三四个队员都是，几乎之前没怎么上场的。怪伦来了，嗯，怪伦的招牌转换进攻，发牌球的时候赚了多少秒沙子啊？也超时。对，咱们这不叫活久见，这叫说多见。哎呦，这球厉害了！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出来，为什么新疆队呢现在迫切的需要莫泰，还是奔篮去。怪伦转换，艾斯麦提且战且退。在上一场打青岛呢，当青岛队这防守强度下来的时候，朱荣镇的挡拆和怪伦之间的这个味道有点和韩德君类似了。好球，超高位的突破启动，就是离地三块豆腐干啊。怪伦又来了，还一个。 就这边，朱传玉倒在地上啊，嗯，又一个二加一，球，只是一个盯人，这是一个盯人啊，盯人，怪伦，哇，还在找板，臂展看起来又很长，嗯，艾伦啊，个人的能力尽显无疑。